学习成绩绑幼女马尾，妈妈泼网 IP 回呛。这段影片怎么哪里怪怪的？原来正常版应该是这样。头发可能要长一点点才会比较容易成功。不过这段自拍影片被妈妈po上脸书社团后，却引来网友批评，并投诉表示这举动超危险。小妹妹面对吸尘器面无表情，但疑似吸力太强，让小妹妹的头瞬间晃动到，最后还是没成功。该名妈妈虽然马上撤下影片，但也不甘示弱的发文回呛网友：“干你们屁事！”还上传一张女儿比中指的照片。医师则表示，如果吸尘器的瞬间吸力过强，恐怕造成毛根受伤，严重的话导致毛囊炎，所以爸妈们还是别轻易尝试。地方中心，台中报道。